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片头。那么欢迎回来到我们 1.2 亿速系生存啊、哦。今天的话呢是第43集，没有错。那么我们上一集的话呢，不就是戴了那个迷你头盔之后，我们去挑战了中介龙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也非常简单、轻轻松松就把中介龙给杀掉了，大概死了五次吧。怎么感觉一点都不简单啊？好啦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这一集上一次不是我们有收到这个五出风送来的这个1.2亿的卡包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想说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当个赌鬼哦，我们去抽一下那个邪恶帝国系列的卡包啊。不知道速系之后会不会出更多其他系列的卡包，就是了，除了邪恶帝国，那个东西应该是在地狱大厅，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吧。那既然你影片看到这里呢，不妨帮我点个赞哦，看我们今天会不会突破727个喜欢好了。不要问为什么是那么奇怪的数字哦。那我记得应该就是在这个地狱大厅的下面吧，有个交易所，来看一下哦，这边下去应该就是了。哦，有了。那应该是在这附近才对，找一下，现在应该就可以找到了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多了超级多东西嘞，应该在这附近吧？有了有了有了，1.2亿卡牌店看到了，有汪汪、Alan、片头、蹦头、优尼、巧克力、五秋风、哈记、海尼根，然后还有金牌的海尼根，为什么会有金牌的？然后还有金牌的优尼，我靠！然后还有金牌的午休风哦，我们今天呢就是挑战看看这三张金牌我们都收不收集得到啊。这边应该是放蛮多的吧，哇，才放十张而已，这么少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抽好了。这个什么收银处，一抽一个钻石方块会喷三张卡，一定有几率喷金卡哦，所以一个钻石砖可以抽三次的意思是不是？哇，钻石砖，我不知道我还剩多少钻石，我来看一下。我把这些全部都败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各位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上去挖一下我们的钻石哦，我的天哪、幸运二的稿子 OK， 来吧，我们稍微挖一下我们的钻石，天哪，这个我不知道挖多久，但是稍微挖一下好了，我们来全部都把它给它拿去大赌博、哦、看我们可以不会出三张不同的金牌啊，然后这些东西我有点怕掉进去地狱，天哪！而且这些钻石其实也没有花了我很多时间哦，所以的话，来来来，赶快把它们全部都收集起来啊 ！OK， 各位，我目前挖了这么多，应该是暂时够了啦，看一下可以合多少个哦，60个是不是？好啦，60组钻石砖哦，不是60组，60个钻石砖应该是够了吧？来来来，来试试看我们的手气哦。来，首先呢，我要怎么放？我可以直接放两个吗？它会抽两次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会耶，那我直接全部都放下去就好了。然后 我一半一半来，这个样子。它被卡机啊？哦，好像是不会。这个一点要出的意思都没有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诈骗吗 ？Hello， 一张都没有，半组战士真一张都没有，你是认真的？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我已经把一组都抽掉了，还是一张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。那我要这些来干嘛啦？天哪、啊！哎呦，抽到这么多重复的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好啦，算了啦，这个我们就放去好了。反正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自己，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蹦头啊。也不需要这么多海尼根跟优尼哦，天哪！到底要这么多他们来干嘛？不对，这个也太黑心了吧！我氪了一组，我靠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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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我要再试试看。我记得啊，我们就用那个好了。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烽火台？我们烽火台是全部都用钻石打造的嘛，对不对？走，我们回去把烽火台上面的钻石拆一下，把它带过来看看啊、哦！我就不信了，一张都抽不出来，天哪！太夸张了啦！来来来来来，这些全部都给他挖起来哦！我就不信了，一张至少出一张就好，一张好吗？一张，我好不奢求三张了，天哪！然后这个我怎么叠到这么奇怪啊？天哪！来来，虽然说这边的钻石砖数量不多啊，但是起码也有个一组吧，我猜。没关系，先把他们全部都通通挖走哦。现在就是要当败家片头就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来来来来。
这样子应该就全部几乎都挖完了。OK OK OK， 我的烽火台破烂不堪的啊！哎，看一下这边有一组多，好，一组多，我就不相信一组多出不到一张，真的。如果真的出不到一张，那就证明我超级衰的、欸，天哪、啊！我根本就完全不能去玩那种什么赌博的东西了，搞不好只是今天运气衰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抽再抽，首先先下个24个，来吧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只要看这边哦，这边到底有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啊？等一下，请问这是诈骗吗 ？Hello， 一张都不出哎、欸，24个，我可以猜一下里面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这两个挖掉，好，我有点不敢再挖下面那个，好，再来半组过去，有吗？还是我有机会这样子，把我的东西给偷回来，这样有机会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偷不太到、啊，哎、欸，还是一张都没有要喷的意思哎、欸、，Oh my god， 完了，哎、欸，我如果放其他东西进去，它会不会那个、啊、可以抽啊？我看一下。放铁砖，哎、欸，放铁砖，他会哦，还吐出来给我。我放这些东西，你会吐出来给我？天哪！好吧，看来他只收钻石方块啊。我们想要偷捡漏都不行了。来，再来一点，我就不信了，一点都不给，一张就一张就好，一张，你要不要喷了？各位，他不喷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了，我不能再把我手上的这些全部给败家玩哦。一张就好，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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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。我到底抽到张自己的那个系列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海尼跟片头在这里，我抽了29个自己的系列。最多的是谁啊？最多的海尼跟 Alan 哎、欸，我要这么多你们来干嘛？天哪！哇，各位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当赌鬼啊，一张都不会出的，我可以直接这样拿吗？好，我再试多一个，这样子，我还可以多做一个。哇，这边还很贴心的放工作台给我喝哎、欸，来吧，单抽出奇迹，嘿。哦哦，他还在我背包。单抽出奇迹，嘿，干！而且那个三抽是指哪三抽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三抽，不包括这个，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不会出的。我真的好想拆开看看啊、哦！哎、哦欸，可以拆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是真的有几率可以中的、欸，但是我都没有中哦。看来真的是我脸黑哦，我可以直接来偷我的东西、欸，哈哈。这样随便闯进去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好啦，我要把自己封起来。OK， 就这样子。这个真的是谁爱玩谁去玩 ，OK 吗？我是绝对不会再来玩的啦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一张金牌都抽不到哎、欸，抽了两组多哎、欸，我靠！好啦，算了啦，我们这两个就不要败家了，我们乖乖带回去好了。好啦，来看一下我们家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哦、喔。首先是这个吧。这个是哈基送来的土片头，没收到公关品不用难过，这里有8+9元，这里加89元就会有咯，白麦哈劳哈基，嗯，什么东西？哦哦，这是那个哦，我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因为最近台湾的麦当劳好像有那个卡包活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哈基就自己抽了一个啊，不对，不是自己抽了一个，自己盖了一个。我靠！那某种意义上，我今天花了两组钻石，真的是抽到了一张 SSR 卡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。然后还有就是 Alan 的这个坟墓了嘛，然后接着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、欸。哎，五修波那个可不可以那个送几张金卡过来啊？普通系列好像没什么用哎、欸，天啊！好啦，那我来看一下我们家最近也发生什么事情哦、喔。其实我有一个很大问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哦、喔。就是我的月灵就是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见，可能他被烫死了吗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超级奇怪。然后这边都是我的箱子，全部都还没有整理，我的箱子也全部都还没有整理，我仓库也还没盖。然后我跟大家说我要盖好我的仓库，结果一直都没盖。其实我材料真的是已经准备好了，材料都在这里了，只是我真的没有去盖哦、喔。
好啦，我下个礼拜一定会盖 OK 吗？绝对不会再偷懒的，相信我。然后我好像也是时候来搞一下我们的村民了吗？哇，我家真的好乱哦，乱的跟那个乱七八糟似的。然后这个烽火台，好啦，我们来秀一下这个烽火台好了、啊，不然这样也挺过意不去的嘛，对不对？来来，秀一下秀一下，这个从钻石砖烽火台变成铁砖烽火台啊。有把他们盖回来就是好事 ，OK 吗？那个声音，那个烽火台激活的声音，真的是又让人伤心又开心的声音啊！自己把自己给败光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像修复完毕咯，那我们效果应该……哦，它会直接在是不是？我不用重新激活，这么好啊！原来麦块的烽火台是长这个样子。好啦，我们东西竟然都败家光了。我也不知道啦，搞不好我们之后会开个直播来挖个钻石之类的，有机会的话啦。好啦，各位那个不要学我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东西就像抽卡游戏一样啊，像你玩原神一样疯狂抽疯狂抽，然后结果十命都不会出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这个抽卡机制还是没有保底的那种抽卡机制啊，所以绝对不要去又花钱氪金之类的啊，各位。然后呜。那是万圣节的生物吗？哇，太酷了吧！去死啊、哦！好啦，反正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帮我点个分享，不妨再帮我点个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如果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的 DC 群组，然后是片头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